Sí. Hello。哎，早上好，雅琪。早上好。我今天带了一罐奶粉。奶粉。你今天吃早餐了？吃了，明浩给我买的。哎呦。我说这实习生这么大气，结果发现是单教老师。发现是杨天真老师，律政界杨天真啊，刘律师。刘律总。咋？刘律总。咋？刘律总。咋？哎。你吃过早餐了吗？没有。你拿了一个趣多多。你吃了吗？我吃了。你们都是在家吃的吗？对，在家吃。今天明浩买的，帮我买的。他请我吃的。哦。小虎牙。我山东老乡。哦。可可爱爱。早。嗯，这是谁？这是新来的实习生吗？还是委托人呢？穿得非常职业。刘律师好。我们直接先去会议室等待。好的。是新来的实习生吗？蓝翔。不是，我马上是不是要被淘汰？新来人吗？完了。才实习几天啊，就会赶我们走吗？不要！是不是要开始了？我感觉好像是，他们应该要去见实习生了。那发生什么事了？要新的实习生，新的，对，就新人要加入。这两个对。有的是新来的实习生在二号会议室等待。好的，我知道了。啊，真是新来的。揭晓。村里来新人了啊！这才几天啊，来踢馆的了。卷起来，卷起来！
我感觉他应该很厉害，看起来着装非常职场，但是脸上又感觉又不脱青涩，不明觉厉，就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但觉得很厉害。你好，法师们好，各位律师们好。那我把我的简历给苏律师。好，谢谢。都给我吧。好，谢谢。啊、谢谢。哇，压力好大啊！哇，这个压迫感。四对一。我们先看一下简历的时候，你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好的，没问题。苏律师好，我的名字叫做王言宇，我来自新疆喀什，我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在校期间有担任过辩论队以及模拟法庭的成员，我硕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哇，好强啊，都五院四系。我的主修课程有公司法、兼并与收购、私募基金等等课程，并且这些课程我都取得了 honor 的成绩。至于工作经历方面，我来到康奈尔之前有工作经验，其中我想主要谈一下在通商律师事务所的经验。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广泛的项目，有并购，有 PEVC， 有银行金融。天哪，好强啊。那其中我日常做的最多的其实是与银行金融相关的，我们为一家 A 加 H 的上市银行审查他们披露在 A 股上面的相关公告。此外我也已经通过了法考。以上就是我一个比较简短的介绍。干净利落。他瞄的好僵硬。如果是我走过去我也会瞄一下，甚至偷听一下，放慢脚步。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感觉挺牛的感觉，看起来。他们在面试吗？在哪个里面？为啥？还在面试，那就还没正式成为。所以你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我觉得第一点，首先是要理解，其实律师它是一个咨询以及服务行业。那么在这个时候，要对客户有相应的一些咨询意识以及服务意识。我们是要去帮客户解决问题的，不能只是说把客户的一些可能法律障碍提出来，但是就不管不顾，然后不给他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那么第二点就是严谨以及细致，因为法律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怀着一颗严谨的心去对待我们的工作，可能工作上会时常出差错。你对于加入今天的这种实习，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自己有所考量吗？还是说希望坚持在自己喜欢的业务领域？还是说总体来说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想做非诉讼业务相关的。那么具体再细分来说的话，我非常想做同级并购，因为我在我通商的工作经历中有帮合伙人去整理一些，比如说像等等这样的一些大企业，他们整个融资的计划，虽然说整理的非常长也非常累，可能具体需要了解到每一家，我觉得还可以啊，比较知道自己，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成熟度相对就是还是可以的，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然后语言的组织能力，对，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和现在自己的状态，然后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他的整个职业成熟度肯定是拉起他在校的应届生一大截的。对，高兴了。我们的最终的评定结果呢，是让你作为替管实习生加入到我们的整齐实习生培养计划当中来。我会告诉你的规则，你将和其他的实习生一起参与我们第三个课题的考察。好残酷啊！如果第三个课题你替管成功了，那么你将进入到我们整体的最终两个 offer 的争夺。我们本次是采取 KPI 的考核制度，那么每一个不同难度的课题将会对应不同分值的 KPI， 最终你必须要达到100分以上
你才有资格去竞争最终的 offer。 如果说你都没有达到100分，你就没有这个资格去竞争，达到100分之后你才有可能择优录取。但如果你本次踢馆失败，那么你就一轮游了。好的。好狠啊。全体二号会议室集合。完了，好可怕呀这个。哎，他留下来了，他也留下来了。鲶鱼来了。找个空位坐吧，同学们，随便坐。那我坐你旁边。好的。我们来了一位新的实习生，王一言语，你自我介绍一下。好的。哈喽大家好，我叫王一言语，然后大家可以平时就叫我言语，就是通千言万语的这个言语两字，然后方便大家记。然后另外我来自新疆喀什，然后我平时的话比较喜欢听 hiphop 的音乐还有舞蹈，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共同进步，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增加踢馆实习生呢，也是基于我们之前的课题考核之后，我们理解部分原有实习生可能离我们的转正标准还是有一些差距，背心一麻，所以我们增加了踢馆实习生，吸收了一些新鲜血液，他将直接和大家一起参与第三个课题的考核。如果他在这个考核当中踢馆成功，他将替代你们中间的一位。有压力才能够成长吗？也就是说，有人会提前结束实习。我们来宣布第三个课题。第三个课题呢是见委托人。我们会有四位委托人，对应四个不同的案件。你们需要向他们了解他们的诉求，并提出你们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先来看这四个案例是什么。第一个案例是一个火箭公司的业绩对赌案件。这个案件会需要跟对方谈判。那么作为投资人方的律师是另外一家顶级红圈所的资深律师。哇，实习生 PK 资深律师，对业界大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件。第二个案件，主播解约案。这个案件的委托人是主播依依，因账号归属、解约费等问题，双方产生了纠纷。好现实啊，天哪。第三个案子，房屋跳单案。第四个案子，工地劳动报酬纠纷案。现在的考核规则是，你们九个人将会被分为四组，对应着四个案件，然后在我们四位代教律师的带领下，分别与四个委托人进行直面沟通。但是我们会根据这四个不同案件的难度设置不同的 KPI 的值。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一个表格。哦，最难的只有两个人组。你们想做哪个案子，你们就可以把名字填在这上面。当然考虑到你们的人数啊，这边三个的只要有一个满了，那么其他的就会平均分成两个。在每个案件项下，最多只有一位同学会获得 KPI 值。我还要特别提示的是，因为我们有踢馆环节，所以如果王一言语同学获得了他那组的 KPI 值，那么三位导师加上我会结合大家在前端的三个项目当中的表现决定谁走。当然王同学如果没有获胜就踢馆失败了啊。好，
作为踢馆选手，你有优先选择权，你可以第一个选择，剩下的同学将会从我手中的信封里去抽取你们选择的顺序。原来就是乱序，抽。所以您是释怀的叹息还是失望的叹息？失望。好，那王议员你先来选。好的。哇，这么快想好了。想赌把大的吧，他肯定选那个最难的，对，二叔肯定只冲最难的了。哦，你看看，哇，是赌把大的吧？写上吧，来下一位，按顺序写吧。两位不会直接冲了这个最难的吧？不会不会，别吧，他不会的，他会选一个稳的。我你在这么重要的前提假设期阶段把一个基础事实进行了改变，然后得出了已经一个自己假定的一个结论，我觉得没有必要停下去吧，是吧？可以啊，可以，你再回去重新调整吧。出了什么？他选择谁啊？乔丹爱，还是要稳一点。好的，下一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实习生？哦哇，就是我现在除了对，就是只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爱好之外，对他别的不是很了解。你要不自己介绍？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刚刚漏了这个环节。我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雨桐在想要不要选他，他在根据他的那个哦对哦学习的经历来判断他要怎么选。然后，对，然后我两段教育经历中间有在某两家律所正式工作过。不过各位不要有压力，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非常多的实习经历，所以对哦，然后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我之前的工作经历都是跟飞速相关的。对，雨桐也是比较危险的是吧？危险，也是零分。第二位谁啊？哦，我知道，介绍完了。他选了第二个，第三位，好，你上来选。第四位准备好，完了，现在就是要可能要考虑到对手的问题，就是跟谁比。这是张雅琪，他应该是选了一个他擅长的主播的那个案子。对，你是第五位，
你选哪一个？我在想，我要跟我一起。第五位，明浩，小明哥。25%。第六位，行吧。拓颖应该得选15个吧？哎呦，拓颖选的是10分的，他选的是那跳单。哦，他选了对手。哦，拓颖选了梁威，因为他们两个。如果谁没拿到的话，相当于另外一个就会是。我的天，他们俩都是零分。那这梁威咋整？第七位，可以了。啊？这么有戏剧性吗？谁？肖阳选了那个跳单啊。3个人。肖。啊，房屋跳单不能再接收了。还有谁没选？许文婷，最后一位，就只有最后一个选了。对，好的，那我们的分组已经完成了，现在你们先回到工位，将会有代教律师来联系你们，给你们布置相关的课题。为什么有3个人啊？肖阳这一笔下去，2个人心慌慌。你为什么要跟我一组啊？就是让我也说，为什么肖阳选我啊？我晕过去了。靠你了，大哥。哎，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赢了就没什么问题？对，你只要把他击败就可以了。嗯，真的。你只要把他击败，你只要把他击败，就交给你了，大哥，二哥。文婷，怎么了？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尽力把课题给做好就可以了。是的。我觉得这样，哪怕发生一些不可抗力，如果课题做得很好，自己也没遗憾。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对。加油，我们都加油。我是不是选错了？对，因为我们是竞争关系，就是吗？就是我们3个人只能有一个人能进。嗯，现在是要淘汰一个人是吧？对，然后每一组里面只能有一个人获得 KDPI。我没完成听过，我就没想过这些，好难过。我先选。因为我现在可能如果我们3的话，让他们现在选，要踢一个的话应该是踢我。你别这么想。我没有 KPI。我也没有 KPI。现在这3位开始紧张了。这是一个连环局，前提是胡明浩输了的情况之下。
但胡明浩如果赢了都安全。一开始你说你要了解那个实习生，我以为你了解完之后你要选第一个。没有，我一听到他说，我说华政啊，康奈尔毕业，有工作了，有工作经验，我说完蛋了，一整个。不过第一个案子我觉得还难度还挺大的，对赌就好像感觉很专业。对，那一块知识比较匮乏一些，我。我就是学那一块很少，我就感觉离我的生活很远。但我还是有点担心胡明浩。这个题目对于王一元优势太大了。对，对口，专业对口。他做并购的。他本身是他的拿手，或者说他在他范围内的，对。嗯。对，但是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胡明浩的动作神态，他签字之后还专门看了一眼。就那一个起鸡皮疙瘩，我就好像有点来吧，冲我来吧，没事。哇，好帅呀、啊！好帅呀、啊！兄弟们，我顶上去了。嗯，这时候需要一个顶级实力选手顶上去。你觉得他是不是想救大家？说我把踢馆实习生劈掉，然后我就救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很难猜测他这个心理，他也有可能想我反正这一把如果我赢了，我就是一把就上去了嘛。他现在有20分，他因为已经连赢两场，第一、第二个10分的10分，他有20分。对，他想冲150分，他想拿我们1.5年级的定薪哈。对，他就45了。大家好。您好。你好你好。那要不你们随意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许文婷。嗯，然后我是本科研究生政法的。对。哦，本科研究生都是。啊，对。啊、哦、好的。我叫梁威，苏州大学本科刚毕业。哦，对。哦，我是朱戳颖，你可以叫我 Kimberly， 我是香港过来的，然后也是在香港 TCL 毕业。哦，你好，我叫张雅琪，波士顿大学。我叫肖阳，在牛津大学。我叫黄凯，清华读法律硕士，刚刚华政毕业，马上去香港大学读 LLM。 哦，恭喜，好厉害，大家都很厉害。我就不介绍了，保留神秘。但是我记得我们是队友，对吗？对对。所以要不啊，我叫胡明浩，那个本科山东大学。哦。现在在北大读研三。哦，好的，知道。我们的这自我介绍仅限于学历哈，以后没事，慢慢了解。嗯，那各位先去忙。嗯，好，拜拜，拜拜。啊，他好落落大方啊！我好想死啊！就是说，怎么办啊？啊，没事，我现在正在发抖，就我也是。哦，我好害怕。要命啊！要命，女孩。哎，你们猜你们会哪一个老师带啊？嗯，我不知道。对赌协，我觉得是刘律。融资肯定是刘律，我觉得。对。我觉得我们的可能是程律。我觉得我的应该是洛律，不知道为啥。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吧。你觉得我们会是哪个？我觉得肯定不是刘律。不是刘律。我觉得不是刘律。刘律既然他发布了这个任务，我觉得他应该是25%的。哦。刘律有一个气质，必须是 KPI 最高的那一个。然后我觉得是人律或者洛律，感觉上像是人律。雅琪，你觉得我们谁带我们呀？不知道，我感觉像洛律，感觉。那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先查一查。啊，对。救我！赶紧收邮件。没有收到。
肖阳、梁威、朱初颖到我这里来。好。我猜对了。这三个名字一念我就开始闹心了。坐。哎呀，这一组。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你是代教律师是吗？对，我其实猜到了。啊，你猜到了？啊，你怎么猜到的？不知道，有种直觉，不可说。我就是你们的代教律师了。好。在分析所有的案情之前，我们也分析一下你们各自现在的状况。我想自己大概心里都清楚，你有20分，20%，你没。你也没，但是三个人在一个案子当中争这一个，明白？很残酷，很激烈，加油！他来了，刘律。言语。郭明浩，果然金融案吧？金融案，他们都好会分析啊。我是你们代教律师。好的。有想到过吗？我有猜到过，因为感觉是偏正一点。那你为什么选这个案子呢？挑战一下。是想挑战一下身边这一位吧，因为像公司证券和谈判都是没有接触过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即使拿不到 KPI， 但是学两个新东西是挺值的。这个应该是你的职业遇到过的对吧？其实对赌协议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理解投资还是做过的。所以可能客观来讲是会比胡同学的经验稍微多一些。大家也是。这我们看大家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哈。黄凯，许文婷，你俩过来一下。好的，任理。那我们就是黄律师。对。沙凡奇。来到办公室。这个，恭喜你们，没错。谢谢刘律师。就应该都已经知道我会是你们的代教律师。对的。对，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对于这一个课题，你们当初是怎样考虑，然后你们想选这个课题呢？我是当时看到有新实习生把我整个人都整懵了，我就完全都没在大脑一片空白，都没有听大概案子什么一个案情。但是我可能是更从分值上考虑，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还是零 KPI， 然后这个15分既没有25分这么难，也比10分稍微要再高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能力够一够，就是我跳一跳可以达到的一个水平吧，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明白。我觉得张雅琪可能是不是觉得主播这一行业的话你会更加了解一些。对。你自己有签的 MCN 机构吗？有。有签 MCN 机构。对。我猜到了，快到期了啊！希望你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对于那个 MCN 机构的这些经纪合同的条款，你应该是很熟悉的。对，还算比较熟悉。雨桐笑不出来了。你讲完之后的话，我觉得汪雨桐现在又崩溃了。我又开始放空，大脑一片空白了。
对对，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过往的这些经验经历其实都不重要，然后我希望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在这个课题上你们做到你自己的最好。咱们先把正事说了啊，因为这个案子是一个法律援助的案子。嗯，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农民工师傅，他跟他的这些劳务的工人产生了一些纠纷。钱某就是我们客户，要购别墅，向中介 A 支付了意向金20万，后来他一直价格没帮我谈拢，那我就找了 B 去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火箭公司事发了一次，但是还有技术障碍没有突破，所以发射失败了。MCN 机构的话会主张有100万的违约金，有2个视频号，主张所有权。明天见客户，首先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份法律分析报告。法律分析报告的要求是我如何帮助这个客户赢这个官司，其次要回20万的 commission。 这个案子如果对方没有谈判成功直接起诉，我们就没有达到客户的商业目标，我们就败了。委托人肯定是现在比较着急的状态，所以我建议你们今天晚上先见见他，看看他怎么说。对方的 MCN 机构的话，现在是很快的想要约这一个主播，然后去谈解约赔偿的这些事宜。你们到时候跟女主播让他联系一下，然后约一下，明天我们到时候当面再聊一下这些事宜。明天我需要你们两个呢各自做一个会议纪要，案例结束的时候一并呈现给我啊。另外还有个细节，我觉得建议你们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见的这个委托人呢，可能是一个相对经济啊生活没有那么优越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呢，我个人建议啊，可以考虑这个衣服稍微接地气一点，对，贴近一下跟客户委托人的这样的心理距离。好细节。哎，说好了吗？好，可以。我可以给你们的基本资料是这样，我会给你们一个主协议，里面会有业绩对赌的条款，你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Rocket Speed 公司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火箭公司，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融资，于是一家国有的投资人 MC 公司向它进行了一个注资，相关资金用于火箭的研发工作。但是在这样的一份投资协议当中是有业绩对赌条款的，第一个对赌的节点是发射成功，节点是今年的630，已经过了。第二个节点是明年的1231，是上市。但是任何一个节点完不成就触发了业绩对赌。同时我还会给你们第二份资料，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火箭公司事发了一次，发射失败了。对于他们所遇到的技术障碍，有60%的可能性在半年内解决，有90%的可能性在2年内解决。我们的委托人就是 IS 公司和他的实控人 X 先生。现在客户面临的压力就是，对方是一个国资，他可能会走程序，该起诉起诉了。对方律师是 base 在北京的，他会在18号飞抵深圳，所以你们需要抓住19号的窗口期。因为一旦起诉，客户就很惨，半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自己也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可能会破产。委托人肯定是现在比较着急的状态，所以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先见见他，看看他怎么说。这个模式挺魔性的，又合作又竞争啊。他俩很默契的就分工了。对，他们没说，但是就很默契的，他就开始联系。喂，你好，是请问是 Rocket Speed 公司的陈总吗？我是胡明浩，是刘思远金钱工程律师事务所刘思远律师团队的。你好，就是因为刘律师说您是今天晚上是有空，所以我们想尽快跟您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后续再做一些研究，再跟对方进行谈判。您看，您今晚7点半吧？对，好，7点半是吧？然后我们了解您是方便来我们所里进行见面。啊，对，是。好，那7点半见。好，再见。
电话打得不像实习生，很沉稳，感觉像个合伙人在打电话。七点半，七点半，那就只用三个多小时。三个半小时要把东西全梳理出来。键盘，要不先读一下这个协议。咱们要不碰一下这个竞争协议里每个人觉得比较有突破性的点。咱们要不一页一页来，然后问哪页你觉得要有。好。第一页我觉得就是基本信息。没有，第一页也没有。第四页这个增资，本次的增资额一共是10万元，相当于用万买了公司11.8%的股权。确认一下甲乙丙丁在股东会上的态度。OK， 然后第16页，这是比较重要的一页。而且他这个10.5其实还是说，因为这里写的是公司应收到回购通知以后，然后就做出同意回购的决议。在股东会这个层面，如果公司最终的决议是不同意减资，有可能会违约。这个条款是可以这么约定的吗？就是你觉得有被公司，因为我看九名纪要，他说如果履行队伍协议的时候必须要符合相应的减资程序。对，然后减资又是多数决，需要2/3的股东同意，但是咱们这边很明显没有达到2/3的要求。就是毕竟那个 X 的公司，就是那个这个火箭公司，它只占30%的股份。是的，是的。我可能有这样一个结果性义务，做出同意。这一条我们一定要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违背公司法的规定，不然你来检索，然后你检索完之后，我们俩交叉核实一下。对，还有啥？还有我刚刚说的一个。国资减资是否要履行相应的进场，这个我来检索吧，因为这个可能我之前有查过。减资就177条，是不是43条？开决议会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东股权平等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我们不然今天先把执行性最高的、可能性最大的条款告诉法务。我觉得这个7月2日的新闻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息，可以专门提一下他给的这个新闻。这个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还有市场的反应。主播艺人经纪合同，你快好好再学习一下，这才是我们的专业。整个的这个课题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Carrie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模特经纪公司的一个创始人，然后他最近遇到一个女主播，然后呢她是一个女大学生，之前因为一些短视频然后是在网上有走红，之后就有 MCN 机构去接触她，然后跟她签了应该有8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经纪合同。可能因为双方合作理念不同吧，然后包括MCN 机构的话应该也是没有给到这个主播当初所答应的一些资源上面的一些支持，那所以说呢他们现在就陷入了一个要解约的这样子的纠纷。现在 MCN 机构的话会主张一个有100万的这样子的一个解约金，同时的话呢对于这一个主播然后现在运营的有2个视频号，然后其实也是主张所有权。我会先把 Carrie 刚才给我的电邮转发给你们，然后呢里面有那个女主播的电话号码，你们到时候跟她联系一下，然后约一下明天我们到时候当面再聊一下，可能到时候见了这个当事人，很多的这些具体的沟通的话呢就有交给二位了。
乐律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评判我们工作完成的好坏的标准？我觉得其实在这里的话，其实主要有几个，在这里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分析。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在客户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您能抓住有用的知识点，有用的关键信息。然后第三个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能不能理解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也是考的是一个好的实习生他的一个综合能力。好，好，谢谢罗律师。哇，不懂就问，真的很厉害。宝贝，我刚问了一下考核标准，就是首先我们俩的法律分析他应该会看，然后第二个就是跟客户的沟通的时候看能不能抓住关键信息，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看能不能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给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今天就 OK 啊？不是打电话给，是明天给，明天见到他的时候给吗？明白了。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得快一点，因为太晚给他打电话不太合适。对对对，好紧张啊，他这个电话。哎，别紧张，这次感觉主要是听他说，我们紧张他可能会更紧张。他有什么好紧张的？但是这个电话也不是很，就也不是要打半个小时的那种。对，这个应该就是主要了解一下。对，主要先前期了解，然后约他的时间。啊，对对对，约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对对对，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今天工程实习生。我们是今天工程实习律师还是实习生啊？实习生。我们这边想要和我们签约的公司解约，您现在是否有空简单了解一下情况？你看一下，你觉得还要怎么添加？我写，您好，请问一下您是律师吗？我们是今天工程律所实习生，张雅琪和王雨桐。我们这边接到了您想要和您签约的公司解约的事情，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否有空简单说一下您的情况？我说一下，我是汪雨桐，然后你接一下，我是张雅琪。你直接介绍。OK， 我介绍吧。那我们到哪里？去找个地方去打个电话。去。快点，快点，快快快！那我们去哪里？我看一下有没有地儿，他们是不是去吃饭了？哎，这里可以滴。很可爱。嗯，哇，找个地方打电话也不容易。哇，好喜欢这种等一下哈做课题的氛围。稍等，我先录上。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是女士吗？是的。啊，您好，我们是今天工程律所实习生，我是汪雨桐。我旁边这位律师是张雅琪。你好。啊，由我们俩可能现在向您对接一下。我们这边接到了您想和您签约的公司解约，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否有时间简单说明一下您的情况。这些我们明天见面说吧。好的好的。您现在是不是心情比较焦虑？就是是的。我知但是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职责，然后运用我们的法律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的，请您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先安抚一下。要让他松弛下来。那我们就是约个地方。好的好的，没问题。您说您方便的地方我们没关系，我都挺好的，就是尽量可以安排在你们公司附近也好。行。那您觉得您方便直接来我们律所吗？还是说您要在律所附近我们找一个地方？有一些咖啡厅的话就好了。好的好的，没问题。时间呢？时间您什么时候方便？我问一下 Carrie 那边，因为他要带我去。Carrie 是他经纪人吗？应该是吧。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明天下午吧。
嗯，你好，请我可以知道您的微信号吗？我的微信号就是这个手机号。哦，好的好的，那我加一下您。嗯，请问一下您那边大约什么时间能够给我们反馈？就是明天约到几点钟见？嗯，10分钟后吧，我要先打电话问一下他。好的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到时候微信加您。好，拜拜。好的，拜拜。我觉得雅琪很有条理啊。雅琪逻辑很清晰。没关系没关系，正常正常。他的确肯定不方便，他有些他说不清楚，不是这事情他原来不需要他说，就是我们准备的有点过于多了，就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准备着明天也得用了。行啊，那你先加他。我先你先加他吧。我先加一下。对，还是别约到律所，太紧张了。律所啊，这样吗？当然啊，他多大压力啊，这搞得啊，好吧，他俩特别可爱。哎，我们现在去踩点去呗。哦，也行。黄凯，刘文婷。嗯。晚上要是没有别的安排的话，请你们俩吃个饭。好呀。啊。啊，谢谢。我们准备出发了。走啦，拜拜。拜拜。我们去 happy 吧。Kimberly， 拜拜。我肯定不敢选这个洛绿，太锋利了。其实这个洛绿人挺好的。是吧？先跟他说时间吧。嗯，就说一下哪里就行。洛绿刚才确定了下午2点钟。好呀好呀好呀，那到时候那会议的地点已经确定了，然后我等会儿发您微信可以吗？好，就在这儿，就在南塔2楼。好，那太好了，这样子。然后还有那记得告诉一下客户，我们已经说过了。对，好嘞好嘞，约好时间。然后因为我看到其他合伙人其实都带了带教的实习生，然后去吃饭。但是因为我今天晚上没有，但是因为我其实今天晚上有约了一个客户这样子的，所以待会儿马上就要走。我看要不明天早上8点半，然后我请你们吃个早餐啊啊，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早，就可以去。还是自己做工作吧，就是吗？对对对，好啊好，那就是呀，我本来是在想是说可以到时候一起吃个早餐，然后我们再回。其实可以，我那行啊，反正到时候你们看一下吧，这样子我把地址发给你们，然后如果你们早上时间 OK 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个早餐，然后再一起回来办公室，好吧？好的，谢谢，明天见。洛绿客气了，洛绿客气了。喂，陈总你好。哎，胡律师，那个我们这边到。好，我马上下去，您稍等。好，再见。大叔，你就先问他问题。对，我先跟他确认一下事实，然后。对对对对。问他诉求，然后问他问题。对对对对，可以的。好。哎，胡律师，你好，你好，我是胡明浩。明总，你好。你好。这个事情也比较着急，所以哎，麻烦你们加个班。哎，没事没事。半生心血啊，最危险的时候。电梯破冰啊，这是个问题。两位吃了吗？现在也7点多了，路上随便吃了点简单面包，吃了点。你们吃了吗？我们也是吃了点面包，垫了一下。估计待会儿应该还要一会儿，辛苦你们。不应该的，确实着急这个事儿。胡律师，那您带两位去会议室，然后我去没下手。就在这个新涛会议室啊。好啊，他们的分工真的不需要商量，就那么默契，哇，自然而然。好，您先稍等，我去叫一下刘律。好久不见啊，陈总。哎，刘律师，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你好，这是我的助理 Mike。才来的吗？啊，对，刚来的。哎，第一次见你。今天这个事儿还麻烦你吗？没事。确实，这个事情着急。哎，谁都不想碰到这个情况。
来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新的助理啊，胡明浩，你好，王毅言语，两位好。对，我说看着挺年轻的，对，增加点新鲜血液，要不然总是那几个人你也见惯了，不是？是，这无缘的，落落大方。我们就开门见山，因为事情确实比较紧急。那是这样，我主要是今天代表我老板过来再重申一下我们的这个诉求和这个立场啊。那首先这个你们也知道，我们公司呢虽然成立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的这个技术都还是比较核心的。那我们这次发射这个事情呢失败，其实也是跟这个技术有关。这个技术如果攻克的话，在国际上来说应该还是领先的。那么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按照这个协议的话，如果说真的这个回购的话，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希望你们能够尽可能多帮我们拖延时间，并且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公司被诉讼。那么要不你们先看看你们这边初步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这可直接要方案，这可是今天晚上七点半，我的天，当天的。我们给您方初步提出，目前有两个初步的方案给到你们。哦，还有两个。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注资协议的第10.5条，这条规定的是，您的公司应该在收到资方发出的回购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同意回购且进行公司定向减资的股东会决议。首先，我们是想通过这条来挑战对方的一个诉求。因为根据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的话，公司减资是必须要经过股东会的多数决的，而且根据股权平等一股一权的原则，公司的股东的投票权是不可以轻易被限制的。所以我们可以主张这一个10.5条的安排是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可能会涉及到民法典上协议无效的情况。你刚刚提到就是说10.5条的这个条款的话，这个有什么案例支持吗？这个具体的案例我们还没有具体，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还没有那个检索到。但是从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公报还有一些材料中，我们是可以看出他们对股权平等的一些重视，所以我们之后会再检索更进一步的案例来支持我们的观点。那也就是说，按照你们目前检索到的信息的话，是其实使用这一条就可以直接把它驳倒，是吗？别急呀、啊，这不是才刚说第一条吗？这只是个障碍。我们目前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我们还不能够完全100%保证说，如果使用这一条，这个协议就会直接会被认定为无效，然后对方就无法主张回购无权。但是对我老板来说，他的这个回购义务其实条款约定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不知道你们这块有没有考虑到。10.5条我理解仅仅是对于公司回购自身股权的一个限制。刘律的眼神好犀利啊，感觉好多内容。是因为我们有注意到这个对赌的另一方其实是既包括您公司也包括您的实际控制人，那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依赖我们跟对方的律师进行协商，就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关系。因为您的老板现在在领导一个航天科技的公司，而且如果他被列为失信名单，对于资方没有任何的好处。提出共赢，不要撕破脸。但是如果资方愿意等这么2年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可能能够成功发射，毕竟是一个国资助力中国航天业的发展，第二个是他们也有他们的收益的要求。而且如果这个技术被攻克，您的发射成功的话，您公司的市值以及投资方的收益也会有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个总体的方向就是希望能跟投资方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而不是说两败俱伤。第二个想法是因为您的投资方是一个国资，它减资是需要进行相应的进场交易手续的，一旦进场交易并不能保障他们抛出来公开宣布要交易的股权会被您的公司买走，所以它在价格上也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资方也可能会考虑到他们这个收益的问题。但是如果那个程序相对复杂的话，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老板来要这个回购呢？会更直接一点吗？你还是没有回应我老板他自己怎么样从这个里面抽身出来。第一个条款限制了公司回购，
他肯定是不希望个人承担嘛，他喜欢优先公司赔付。但是国资会直接找到你。我帮胡律师补充一下，我们的想法其实是尽可能的堵住投资人这边所有的救济途径，告诉他您这边所想象中的所有的救济途径有可能都是不可行的，所以从而说服投资人这边接受我们延长整个的这个回购的期限，然后把整个回购的这个时间节点往后拖。时间战。另外我们这边可能会希望说，公司如果能在19号之前给我们一个关于咱们公司这边是到底想要说把这个回购的期限最终从630拖到年底1230，还是拖到就是这个2年后去解决。如果咱们年限拖得越长，其实公司这边的赔偿可能会越高。所以根据两位现在的介绍，我们这个钱就必付不可吗？那所以这里我也想跟公司确认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公司账面上的可执行的金额大概是多少？流动资产很少，基本上都是用研发的。OK， 所以这一点其实也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可以告诉投资人这边，就算你们走了诉讼，走了强制执行，最后你们可能因为公司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可能也拿不到相应的一个他们理想的结果。目前这个案件两位还是不用太担心，然后此外我们也会想更多的解决办法，然后去说服投资人这边。哎，一下子目光软下来了，一下缓和。嗯，对，这个方案是认可的，我觉得刚才是认可的。这样吧，你们先到时候准备一个清单，然后我们这边马上回去跟公司请示一下，确认一下这个情况。好的。我们之前跟公司，也就是对方交流过，由于这个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会要求他们马上采取一些像诉讼保全行动，这个您这边有了解过吗？他们就是不同意，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那我们之前因为我们谈判肯定是希望说所有的情况全部考虑进去嘛，对吧？那我不可能说我就光跟他谈这些空的东西。真的走到比较差的情况的话，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解决这个事情吗？或者说我们有稍微具体一点的和解方案吗？律所有建议吗？那我们可能跟对方了解一下，他们比如说如果他们必须要根据体制内的一些规定走程序，他们所能接受的最长的期限是多少，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说服他们通过一些回报之类的。如果不是必须立刻走程序，但是还是可以给您的公司提供一些研发时间的话，那我们可能希望能够把这个他们要求回购的期限能够尽可能往后拖，然后给您的公司提供更多准备的时间。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想跟公司确认一下，咱们现在这个阶段有没有接触其他的这样一些融资方。好思路。对，这个我们倒是没有特别去接触，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资源可以介绍的？好，明白。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在想，如果咱们可以明确的告诉投资人这边，我们目前有很多其他的融资方愿意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说不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鼓励投资人这边把项目进行下去。另外可能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如果最后场面就是闹得双方真的非常不和的话，可能您这边的损失掉的真的是一颗在闪闪发光的金子。那么后续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的融资方我们后面会发送给 Mike。 我希望知道如果对方要采取法律措施，那么我们会在哪里进行这个法律程序？会在那个中国国际电力仲裁委员会，按照这个争议解决条款会进行一个仲裁。快的话他们大概多久会出裁决？仲裁没查之前。
能不能拖到我们技术成熟以后？你看他的一个小下意识，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啊，我们之后会去，根据中国贸重的仲裁规则，研究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问题。这个是不满意的，刘律。不满意，他不满意。只是应该下午做的工作。我也理解啊，两位现在担心没有完全消除，可能还觉得有些不踏实。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个方案的细化，因为后天就需要见到对方的律师进行谈判了嘛。嗯，我们谈判前可能还是需要再给我们老板再汇报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嗯，他要看到具体的方案。好的。好，那您希望在明天的什么时间收到这个方案？明天下午三点前吧。可以。对，就是给我们缓口气吧，因为确实很难很难，疫情这三年。大家都知道，确实这个融资上也好，还是这个实体经济也好，确实都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其实现有的这个技术也好，或者说产品也好，还是很努力很努力在做。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你们能充分站在我们角度，尽力的去跟对方沟通吧。而这个一旦我们的技术成熟了，我们相信我们还可以融到资。明白。行，那今天就先这样。谢谢两位，谢谢。这个事你多费点心啊。我知道，明天一定会给你们个好的方案。嗯。刘律师，可否给我们一个那个预估时间表？仲裁的进程是吧？好的，那就在明天下午三点，我们给你的总体法律分析意见当中一并发送。好，谢谢。那我就不送了。行，您留步。拜拜。好，拜拜。谢谢两位的时间。好，两位辛苦了。咋？回去跟刘律聊聊吧。那你不要 IP 了。这组压力真的好大。我们是不是漏了什么法律的点吗？我们漏了仲裁，我们今天漏了仲裁。坐一下，哎，搞砸了啊！来复个盘吧。嗯，我确实公司法基础不扎实，我这个面试完一直在补，但是显然还没补够，然后也确实没给一个法理上的解决方案，可能一直在想这个互利共赢和情怀这些。嗯，然后如果对面真要走诉讼，我们的那个抗辩其实是比较弱。你们觉得哪些问题跟你们原来想的不一样，或者哪些没想到的？仲裁的具体的走流程的问题。我希望知道，如果对方要采取法律措施，那么我们会在哪里进行这个法律程序？会在那个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快的话，他们大概多久会出裁决？能不能拖到我们技术成熟以后？你觉得这个问题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想拖时间，其实并不是一开始仲裁第二天就会让他们怎么样，其实还是有个过程，然后对没有考虑实操的一些问题。就其实你是知道民事诉讼程序，也学过仲裁法，知道仲裁程序的，但这些东西怎么运用到商业实践当中，打成一个组合拳去做出一个方案，对吧？但这就是作为甲方他会很关心的一点，哪怕是我一个必输的事情，我能不能给自己争取到一个缓刑？也许时间换空间，我就换来了呢。你们找这两个点不错啊，但是这两个点想要论证下去，能不能走下去，你们要是论证清楚的，不能给客户太乐观的估计，这个时候我们的职业风险就产生了。早上刚培训过。
师职业持续了三天结束。今天应该是你们给客户吃定心丸的，但是没有。两个人是惴惴不安的过来，忐忐忑忑的回去。今天见的还是委托人，是我们自己的客户，而且是一直的合作伙伴，所以我敢让你们俩这么试。那明天你面临的是对家律师，就不会对你们这么宽容了。是的，他们是没有任何和解的意愿，所以19号是我们最后的机会。19号你们起码得把意向谈下来，不要让对方谈完之后觉得哎呀那彻底没希望了，我明儿就诉吧，那还不如不谈。明白。这25分不好拿呀、啊、跟约一下具体时间吧。好吧。好的，刘律师再见。刘律师再见。好的，拜拜，早点回去啊。好。你看这趟有点白来了。白来我觉得也不错，起码我们确认了一些信息，对不对？然后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法，然后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声音都已经虚了，都已经弱了。对，越来越没力气了。这是我人生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之一。真的。对，我觉得咱俩不论谁输谁赢，先把客户可以带好了再说。是的，是的。要不他上实习名单儿也惨了。行，那咱看一下哪个下面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然后咱俩分工检索一下。我先来查旅行不能这一块关于国资那一块的相关规定，先把这个写上去，然后你查一查仲裁流程。我估计有可能我写那个国资的那个问题可能会写得快一点。比较快一点。对，因为你不是仲裁这一块，估计你也没接触过。我还可以，我仲裁这块比较熟悉。哦，真的吗？对，我不懂公司吧，我总得懂点别的吧。我反而是没怎么做过仲裁，刚好。我刚在仲裁院，我上个月在仲裁院实习。哎呦，哦、很好。对，太好了，太好了。两个人这种化敌为友的感觉啊。请大家先坐。好。喂，妈妈，累不累？妈妈永远的第一句，累不累？对，我其实觉得我今天很大一部分累是来自于体力，然后压力倒还好，压力其实，律师啊，然后其他的实习的小伙伴也都很好，然后今天跟我分到同一组的同事也蛮好的，然后也很厉害，是北大的。感觉我真的在律所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累，没有这么难，因为在律所的时候还是会有高年级律师帮我们把关，但是这次实习感觉我们的代教律师完全放手在让我们自己在做事情，所以感觉还挺累的，反正这个案子也让我们很担心。他相信你能做好，相信自己。我感觉我现在累得不想讲话了。坐40多个小时的飞机，你脑子都木了，不够用啊。他为什么坐了40个小时飞机？他是从康奈尔回来，可能中间还有转机，一来就也没倒时差。没事，今天是有事理啊。妈相信我的宝贝能坚持下来的。拜拜。好梦啊。拜拜。5点半。就听到这个可怕的声音。我最怕听这个声了。这是睡呀、啊？这是洛绿吧？哎呦，哎呦，你懂，我让他早上8点半请人吃饭的。
哇，好自律啊！5点半起床，6点已经进健身房了，7点洗个澡出来，陆绿很自律，神清奕奕，一丝不苟的头发。早餐时间。天哪！啊，真的约了早餐，能不能不要吃早餐？因为我看到这个昨天好多导师，然后都带着大家这个实习生带教的带教老师带家实习生出去吃饭。后来我就想是说，为什么选早餐呢？就因为你们将来做律师之后，大概率在酒店吃早餐会成为你们的一个 routine 这样子。哦，没有，一边吃一边聊这样子的。对，就我当然我个人是算是出差比较多的。那出差的话，你也会运动？对，你们会早上有这种习惯吗？我是早上需要睡觉的那种。天哪，我现在有负罪感，狗在问的有负罪感这样。那你昨天晚上有干到几点？我昨天晚上就其实也还好，我觉得。不是，先讲明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早饭就先不聊课题的内容，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是希望是说，就是帮你们能够，就是进入到一好的状态吧。所以希望多跟我讲讲，就是也让我来听听你们这个实习生的这个生活。我的心跳这段时间感觉平均每天跳得特别快，就是一直处于那种亢奋以及焦虑的状态，就是啊。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焦虑点是什么？第一就是可能时间紧任务重嘛，确实课题的压力比较大。第二就是我感觉我自身跟他们差距比较大，所以而且这个差距可能一时半会没有办法弥补，然后所以我只能熬夜多看一点。没有，真的就是你们即使任何一个人就是在今天然后这个实习可能做的不是最理想的话，我觉得不会影响你们生活的，对吧？有没有人，如果有谁是觉得告诉我说说对对，为什么呢？你觉得会影响什么生活呢？你不一定要同意我啊，我就是想想啊，就是感觉会给我们学校丢人。这点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是你们学校的这个老师还是说你们的这些同学，我觉得都为你们骄傲。首先不是每一个人有勇气来参加这个实习的，第二个就是你们所有的人是无数个实习生的申请人，到最后我们选择了这8个人。所以说如果你们觉得你们会丢脸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是你们是在质疑我们带教律师的这个眼光，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你会给自己很多的负担，你会给自己的很多负担。哦，我给人说哭了都。我的天，哦，天哪！天哪，我就把你，赶紧，千万不要！哦，天哪，我要哭了！洛绿慌了！成功的把洛绿搞慌了。没事。这大庭广众之下，我现在压力好大。没事，我靠！不要！就是能不能，就是我就想，就问一下，就刚才是一下什么让你那么的？可能因为我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那个 KPI 嘛，然后就是洛绿还一直很鼓励，所以我比较就是比较感动。没有，这是首先我觉得我的责任，我其实你要知道，就是我昨天晚上想了好久。我给自己下 KPI 了，然后我就想是说，我希望我的责任是能够让你们在整个实习过程当中去成长，让你们觉得有收获，而且我对于你们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所以说我对于你有信心，我对于你们有信心，也请你们对我有信心。好感人啊！最后这句话蛮让人温暖的。没有，就因为我可能。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背负很多东西的人，就是比如说我来参加实习，然后我就会想，那我可能不只代表我自己，就是我还代表比如说代表我们学校，或者是代表我们家庭大概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很担心，如果我表现得不好，或者是就是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就是大家会比较失望吧。各位律师好，我是汪雨桐，我于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毕业，
我的本科专业是法学经济法方向，因为作为一名本科生，来到这里实习机会格外宝贵，所以我非常珍视这次实习机会。你自己怎么评价自己的性格，属于哪一类的？其实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所以我身边可能我的家长以及我的朋友觉得我不太适合当律师，但是我就是想证明自己。那你承压能力怎么样呢？我承压能力我觉得还行，就是什么叫还行？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我也会很崩溃，但我一般不会表现出来，我可能只是在夜晚默默流泪。但是这次因为就是我没想到有一个踢馆的环节，我感觉有点生死存亡的境地的时候，明白，所以我的压力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就是有点濒临崩溃的那种边界了，所以我会可能有点控制不住啊。有压力可以去发泄，但是不要让就是发泄完了之后一定要记住调整回来，好吧？然后挫折经历了要 bounce back， 认识到自己现在有不足的地方是件好事情，你会去想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包括我觉得待会儿今天下午我们要去见委托当事人，就是希望你们学会怎样的去和当事人去沟通和交流。然后讲到这个东西，我有一个东西是这个今天带了一个小礼物，我主要觉得是说带你们吃早饭，然后好像不是太好这样子的。怎么这么好待遇这么好？但是不是，这是这个，这是我今年我最喜欢的作家，他叫李娟，他的一个散文集，这我觉得特别适合的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一篇篇短的散文，可能读一篇的话可能也就是花给你5分钟的时间，绝对不会影响你睡眠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你去做课题的时间。谢谢洛律师送。哇，洛律还有这么文艺的一面。洛律好绅士。哇哦，好开心啊，还有礼物。对呀，真的没有想到。Hello， 早上好。啊，早上好。哎，你们怎么一块了？我们洛律早上请我们吃的早饭。早上。对。向你们展示一下，这是洛律送的书哦，洛律送的书哦，好有文化氛围哦。我要放在这里，我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去，我们变成晚上4点了，飞机延误了，这么真实吗？我们先去讨论一下吧。哦，稍等一下，我把东西拿出来。就是你大概怎么想的？就是大概框架就是我们要尽量证明能不能让他们这个合同属于劳动合同。如果他是劳动合同，那就对我们有利有很多。我跟你想差不多，就是这个是否能定义成劳动合同，然后如果不是劳动合同的话，就是另一种可以叫复合型合同。所以说如果要是按照复合型合同来判，他违约金可能没有办法是归零的，就是他还是需要赔一部分的。如果按劳务劳动合同的话，可以就是不赔偿。你等一下查，然后我感觉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分个工，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第一步不就是听他陈述案情啊？反正就先让他说。对，就是第二步不就问问题嘛？第三步就是法律分析。法律分析，因为我觉得你对主播的工作好像就反正比我熟嘛，然后就是我要不我做法律信息，你做问题，好，你看行不行？好，那我先过去了。开始撸袖子了，嚯，就很自信，你知道吗？给自己加油打气。我觉得这俩女生特别可爱。对，要命女孩变身拼命女孩。哎，我觉得你这部分写得很好了。那我真的是写的非常的学术，主要这事给顾客都站在旁边，对，我觉得您换个口吻会很好。我感觉他已经出现这个励志剧当中该出现的眼神，对，非常励志剧那种，对，然后给自己打气，加油，拼了。
我们是订了一间房间还是？应该是订了一个区域。好、啊、好。嗯，这边。啊，这里是吧？好呀。我们坐的这个方桌还是？方桌。那我们五个人其实一个桌子就够了吧？也可以啊。我觉得我可以坐的背一些，然后，哎，对，要不就是这样子，然后可以让他们两人坐中间，嗯，好吧，行，这样子的话也方便你们两人提问。饿的时候稍微坐过来一点。哦，可以。我怕离他们太近了，他们不舒服。那个，你的提问呢，给我一份呗。没事，你问的时候，我可能主要负责记录。嗯，要晚一点，回来问一下他们。不是说不能问吗？为什么不能？能告诉什么？你说要不要录音？这个你们会是怎么想这个问题呢？常识性的想一想。我觉得我可能会征求一下他的同意。对。嗯，先寒暄几句，然后再问一下。对。那我先出去接他们，然后顺便先点单。不用，你就坐着。他说他到了。啊，他说他到了吗？哦，对了。要吗？哇，你们好。Hello。 你们好，我是敬天工程的实习生张雅琪，然后里面还有我们另一位、还有我们的骆律师，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好的，对，那我们跟上 follow you。 好，哎，来了。 Hello Carrie。 Hello， 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Steven， 幸会幸会。你好，汪雨桐。对，然后这是我们的实习生王律师。你好 Carrie。 这样子，哎，请坐请坐。哦，你们已经把我们发过来邮件的合同打出来了。是的。好的。你好，就是我们想先和您确认一下，您介不介意我们再录个音，然后方便保存我们的就是您提供的一些信息。好的，可以。就是可以是吧？嗯，现在是我想要解约，但是我想要解约又想拿回我两个账号。是的，还想就是尽量不要交违约金，因为他们这边是要提出交100万的违约金，因为我是学生，那么多钱我现在也拿不出来。然后如果账号他们都要拿走的话，以后我要是从事这个方面的话，我就很吃亏。他要再做到250万分，其实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首先这里是写的经济合同，但其实有一种可能是并不是经济合同，而是劳动合同。但是如果是能够把这份合同认定是劳动合同的话，就会特别对您有利。所以说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这个合同到底是经济合同还是劳动合同。就首先的话想请问一下，您直播吗？嗯，直播。直播的话是工作地点是在哪里？就是公司，是一周有5天这样子。每天直播时长是？头脑好专业。8个小时。8个小时。是。这两个号的注册的时间都是在签约之后吗？我的小号是签约之前就有的。哦，所以说您相当于是自己先有小号，是火了之后公司来签约了。也没有太火。没有。对对。然后就签约了之后了，公司注册了一个账号。你的账号给我。是的。公司给你的策划运营你们怎么合作的？有3-4个人。明白。所以说这个大号相当于全部都是由公司来的。是的。明白。好，然后他的活跃度，您知道您粉丝的活跃度吗？就比如说重度活跃的粉丝有多少？这种这么专业。这个重度活跃粉丝，因为取决于他当下那一条的流量走得好不好。有点惊讶的，张雅琪的话，我觉得她的风格比我们面试的时候其实要收敛了。包括一开始的时候是张雅琪先主问的，她把我们之前预计要考的所有考点是全部都问到的。那这个大号的绑定的手机号是您本人吗？是公司的，密码也是他们改的，而且他已经隐藏了我所有视频，然后改了头像，换了网名。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我想要解约，因为，我觉得收入没有跟我想的那么好，有时候要唱歌跳舞什么的，然后我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一行。好，行。哦，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您的公司真的有按照合同给您交了社保公积金吗？没有，没有交。因为他们说我是在校学生，他们说会影响应届生毕业，然后就没给我交。因为这个合同上有明确写，你跟公司是六四分，公司六，您四。是的，六四比例。哦。我想问一下，我看合同第6.3条规定，收益是以月度为周期进行结算的，就是公司是这样做的吗？是的，但是他们还有50,000，就是拖了还没给我。啊、哦，有50,000欠款的工资还没有给你。啊、哦，明白。然后我做了一个 PPT， 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是以四个部分为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争议焦点，然后我可能会基于劳动合同和复合型合同分别进行一个介绍。复合型合同指的就是你们所说的经济合同。对，经济合同。第一个是争议焦点，就是以我作为一个可能实习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是一个合同的定性，这可能直接决定了案件的走向以及法院的判决结果。这个劳动合同的认定标准，这个是根据劳动保障局，然后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写的一篇文章，然后还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第一个就是工作时间的控制，因为我们认定劳动关系主要你有没有实际的向这个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汪雨桐他是给人感觉就是你在考试，他感觉他面对的是一个老师。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劳动法的一个属性。但是不是他里面只要是不交五险一金，而且公司在合同上也没有承诺要帮他交五险一金的，就已经被判定为经纪约？因为我在看判例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因为这一个条款把他判定为立得住脚吗？这一点我们当然说能够希望帮到他，对，我觉得在法学理论上面说，我们不希望拿太多这些无用的举证，然后人家就觉得说我就在你身上投了钱了，然后你现在就是要跟我走，你不跟我走你就结束，很直接。那课本跟实践撞了，他的表情也不太好，所以而且问题是一旦闹僵他就是深入一段。对，所以请两位帮他决定这个深入的这样一个时期。你可以先说啊、哦，你先，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哈，如果他是签的账号的话，公司必须要在合同上写明确你的账号是叫什么名字，你的 UID 号是什么，是必须要写明确的。但是他在这个并没有，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是它上面会有没有签，就是你这个人是属于这个平台，就是签给我们的，有没有这一？他有，他说。独家享有乙方的全部主播事业的经济权，全平台独家约，独家约。不要担心，会有办法。好，谢谢。这是个经济约，还是个全约，要命。我看他们没有一些改善的方案，只是特别坚定的让我解约的话要付个违约金，然后再把两个账号给他们。然后我要是把账号给他们，我以后的路就很难走了。我已经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合作了，对，就是你也比较坚定是吧？是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他账号的之前的很多个月，就算是没有人看他直播，他都一个人要坚持把这个直播播完。一般来说你在一开始做直播的话，在线可能只有几个人，2-3个人，他要一个人讲，一个人跳，一个人唱。我就想的就是不才艺表演，就是直播时间短一些，然后就对。这又有一个问题啊，你这个合同上明明签的是每天4个小时，为什么变成8个小时了？他们说要8个小时。
而且是因为这个视频，作为一个博主，你只要这个月不跟，下个月不跟，你就算有250万粉，你也没有热度。我想就是尽快解决。那我觉得最快的方案就是通过诉讼途径是不太合适了，这样，因为你这个期限时间太长了，我觉得还是要跟公司看怎么协商。好呀，我觉得到时候依依你可以去和机构然后聊一下，然后看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尽快的和对方然后有一个磋商，然后到时候今天也请两位实习生，然后刚才我们聊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尽快的做一个梳理，好吧？好，那可以请二位先回办公室。嗯，辛苦了，辛苦两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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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稍微聊一下，这样。好好好，那我们先走了，辛苦两位，谢谢啊，谢谢，行。竟然没有人了，他们去哪儿了？Hello， 我们回来了啊。你们还没吃着呢。我们没有心思吃了。为啥？你们？你们感觉怎么样？就是一头雾水，就是那种。这是躺平的表情包。我就想躺着，现在。我要不躺着躺着。我们躺着，我们俩。我天哪，我简直。好困啊！我下一秒就能睡着了。别，我们明天才是最重要的，可能。感觉今天才刚开始。我其实特别能够跟依依共情，我特别知道他的处境。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不是，我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有直播的这个经历。我也记得以前直播是8个小时、10个小时，播过半年，就真的很累。职场的休息，5分钟。哎，我感觉看的好多案子都没有用了。这样子，然后今天晚上的话呢，我们娱乐法的权威律师，因为他本来是下午要跟我们一起参与的，然后他因为他航班延误，所以说的话他刚刚到深圳，那稍后晚上的话呢他会回到办公室，然后到时候权律师是会给你们一些有关这个案件下一步怎么走的一些指向的。好，陈律师好。哎，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个两位实习生，然后是汪雨桐还有张亚琪，然后权威律师的话是我们今天工程娱乐法业务的律师。刚已经在那个今天工程的网站上搜了一下，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是吧？这样啊，那个我觉得我还是提一些方向，然后呢这个谈判原则上我们并不是要争一个对错，所以不妨多去想一想，我们可以抛出哪些东西是可以作为向对方去施压的条款，包括违约金100万，如果真的去打官司，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再深入的想一想啊，劳动合同或者是经济合同的定性，你们两个考虑一下，在这个合同的定性的不同，会不会影响账号归属的不同？徐老师说的那个，对对对，对，考虑实操了，这超出了雨桐的知识面了。好呀，那明天我们是跟对方有约好时间吗？下午3点。下午三点是？对，他们来律所。就现在已经是确定了，明天3点。没告诉洛律。
不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你们应该要养成一个习惯的，就是当客户跟你提了三点，就是你们还是实习生，很显然这个不是你们独立去处理的一个事情。即使是你们独立处理的一个事情的话，你们也应该第一时间跟团队来同步这个信息。对呀，我要是有安排怎么办？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现在不得不去改我三点的原本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因为如果你跟依依当时那边是已经约好了的话，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稍后先回座位上面坐一下，然后我到时候再来找你们，好吧？嗯、谢谢。谢谢钱女士。谢谢邢女士。没想到，真的刚进职场有很多细节根本想不到。嗯。苦笑。不是这种，跟张雅琪聊一下。啊，谈了这么久，哭啦？哭了吗？肯定会哭。其实刚才讲的，其实我明天下午的会，我现在可以去调整。但如果有一些情况下面，可能我是没有办法去调整，那可能到时候明天就会非常麻烦。那这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习惯，我希望你未来一定要去注意，好吧？今天我觉得有做得好的地方，然后这个风格继续去保持下去。那今天晚上早点回去休息，然后你们确实。昨天搞得非常晚，然后今天有一整天，然后今天晚上好好回去放松一下，啊，明天再回来，你还有一个半天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准备和对方，然后再去谈判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好吧？可能不自觉的眼泪就掉下来。真的好难过。哎，关键雅琪她确实不是那种性格，她就是一个大大咧咧，她很直率，但是细致周全。他真的还要修炼很久啊！刚才跟你讲过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好吧，赶紧回去休息，真的已经很累了。这样子，我希望你呢明天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今天晚上没有足够的这个睡眠的话，明天在最关键的时候的话，然后接下来掉链子，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我们当事人的利益的。赶紧干。嗯，好的，好的，好的。好吧。谢谢，谢谢。哎，我刚才竟然没有一秒钟站起来，我真是。你为啥要站起来？骆律师来跟我讲话，我当然要站起来。但我脑子里面现在有点。走了，拜拜，拜拜。我也走。压力真的好大。罗律师，拜拜。罗律师还在工作。三单车都被取消了。哦，我天。
啊，太崩溃了，这简直是压死最后一根。哇，这种真的太难过了。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然后突然就一个引爆，对，就是就彻底崩溃了。就那种自责是会无理由、无理性的、盲目的扩散，击溃你。Can you give me a sign? Can you beat back the night? Can you make things alright? Can you hold me? Can you show me the light?你感觉今天心情非常的不好，今晚吗？怎么了吗？没有呀。没事吗？是不是洛绿和你说什么了？哎，还是都是我自己。那 B 不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哎，我其实主要就觉得我不管怎么搞，我好像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会出错。就是有一些你可以明明可以避免的，但是你就是不做什么，就是还是发生了，就很难受。因为是刚开始吗？吸取一个教训，有什么事情当时就要做，不要想着等一下。等一下就没有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悟？我们现在就是啊，我们当时客户说明天下了三点钟，然后我就跟雨桐说嘛，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洛玉办公室门前徘徊，他在打电话，然后我们就没有进去嘛，然后我就忘了去。哦，你想过，结果放着，然后可能就忘了。然后呢？然后刚才晚上10点多洛丽问我们的时候才说了这个，然后洛丽她下午3点有会，她还得推的。哦，也是，因为这不，身边有个人能说一下，真的好宝贵，哪怕是平静的陈述一遍，就会好很多。我想给我来一打许文婷。谢谢，加油。回去发现我们好像漏掉了一个东西，我们需要串起来。漏掉啥呀？我们不是之前一直在想，就是首先从旅行不能这里告诉他们，如果你要是想走回购这条路，你拿不到你想要的。我突然想起来，刘律师有问我们说，那万一果子这边就是想直接诉呢，对吧？这个我们是不是漏掉了？好像。对，我听到还在想这个问题。可能得找找案子。OK。哦，对，我还想问一下你仲裁的这些东西，仲裁你觉得大概有什么？
仲裁就是第一步应该是根据协议要求开股东会，这就是30天，那我们是有权利第30天开的吗？就一个月了。然后第二就是30天后如果没做出减资协议，那 MC 公司就只能提出仲裁，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后45天要交答辩书，这又是45天，所以这俩能拖个75天。妈呀，2个半月了，拖字诀。之后就是一些拖延的战略，仲裁员回避拖个15天，仲裁员挑战完以后至少要经过20天才能开庭，收到开庭通知后5天还可以出延期申请，就又可以挣5天，那就是115天。然后这个仲裁裁决要送达到 RS 公司这边，可能就117到118天。我们按117算吧，先算一个最短的。但是这个还没算那个就是协调开庭的时间。哦。所以我觉得120天是个比较合理的估计。OK。4个月的话就已经到今年年底了。所以我们不然期限就先算到这个时候。先算到这儿了，128。后续看看还能不能再拖。后续是可以拖的。嗯。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报告分一下工。OK。谈判想法我想放到第一块。我们一层一层的打，首先先告诉投资人我们总体的一个思路是共赢，第二个是仲裁这边因为我们流程可以拖得比较久，所以愿不愿意在仲裁的同时考虑和解这块，不然就我来总结。对，挂牌交易的部分也可以我来，回购条款这块也可以我来，减资的问题我可以再找一下。要不我找减资，因为我感觉你对第二个比较了解。好，后面那多的截止到1:30之前哪一方的进度严重的落下来了就可以帮一下另外一方。我们这边可和谐了，我们这边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准备，就像你说的肩并肩在准备。刘律有一个小挑眉。刘律他太可爱了，刘律太懂了，对，不像对手像队友。对，因为案件难度特别大，所以他们现在迸发了他们合作欲。对，我来确认一下你的案例，把它写进来。我觉得他们俩在这个 case 当中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我完全没想到，进步非常快，抗压力非常强。如果我们能再找到一些有利的判决，起码这样表示是有争取空间的。先给公司运营一点信心，然后我把这边填掉，在3点钟发给他们 ，OK 吧？先发吧，现在刚好3点，你把它填进附件，然后我们直接就发。OK， 先松一口气嘛。吃饭。废寝忘食的，然后我带你们去吃火锅。哦，这么好！妈呀！天哪，还真的去吃火锅了。我负责买单，你负责点菜，你负责吃，好吧？要让胡同学吃饱，他还在长身体的时候。好，明白。我已经不吵了。你这两天跟大家相处的愉快吗？嗯，好像在忙案子，还没有来得及相处。老跟我相处了。可能不太愉快，那也没办法。我觉得我们组的氛围还挺好的。我看你们俩工作那个状态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胡同学非常善于合作。对，我觉得你们俩没有各做各的，因为本身这个题目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你看这个课题能让你感受一下，就第一个你的法律知识点可能缺什么，对吧？第二个特别是应用到商业实践当中，我觉得昨天晚上你整个人脑子是不动的，就是你把固定的问题问完之后就啊，我问完了。我感觉就对面两个客户的眼睛能看到我的灵魂，我灵魂里没有公司吗？被看穿。那选择课图真的很有勇气。对，我当时以为你是在公司法方面也跟我有差不多的经验那种。没有。然后我当时，完了，我估计也凉了。他写名字之前瞅了你一眼，你看到了吗？没有，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如果他还是那种杀气腾腾，对，你就不选了是吧？对，但是发现他很和蔼，然后选了。要命了，和蔼，和蔼这个词合适吗？你不知道第二场考核的时候我们打辩论嘛，然后他们不是拿了第一名嘛，然后就前三个人无论什么问题漏了，他最后站起来，我那一刻整个人在发光，你知道吗？拍4遍，对，哇，厉害，兜底男孩。我打辩论一直打不了4遍，因为
照理来讲，四边要看很多的书，对，你要从一个更高的高度，对，要拔嘛，对对对，我是打一遍的，啊、哦，我也是打一遍，这是个花瓶的，我理解一遍就是个花瓶，花瓶多，对对对，然后呢，我要顶一轮问题就可以了。我可怕二遍三遍了。二三遍其实我也打，我还挺好奇给你打辩论当对手这种感觉的。就我不会是那种就是站起来就往前倾的，就是那种比较凶的。哦，想动对手还不简单，给你们俩创造一次机会。那不用。在我这儿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可以直说。嗯，你们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啊。好了，好。奖金旭瑞吧，还是？拜拜。哎，你现在在研究什么呀？啊，我在研究这个惠普星 Book Pro 14的视频控制中心，特别高科技。嗯，怎么说？就在视频会议的时候，它可以 AI 自动调整画面的亮度、色调，还能自动跟随人脸，时刻保持最佳景别，特别智能。那用惠普电脑来开视频会议，岂不是像面对面沟通一样清晰？对，厉害。我们可能还要分一下，就是今天谁主讲。开头你先说。OK， 但是我在想，我们应该要在最快的时间先吸引他们注意，让他们愿意把我，就是我们给他们提出来这几个障碍先听进去。嗯。然后，如果他们追问细节的时候，我们再把报告里面什么根据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条款啊，因为对方也是律师，对，他肯定也知道这些东西。我觉得简资要不跟他说，其实可以现在给他们把水给他们准备好。行，开始吧，泡茶泡我看。对对对。你紧张吗？紧张。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没事。不是你接不上的，我会帮你圆。虽然我也用不上，但是我会偷换概念。用不上就看刘玉。对，我会偷换概念。这真的能让他放心吗，朋友？这个安慰。你看我们俩分个工怎么样？我再去查一下那个股权质押的风险。好，那我去接他。有这么个搭档就很踏实。嗯，很踏实。他们俩都是能让人踏实的那种。见对方律师了哈。对。胡言乱语上线了。小胡什么时候这么惊慌失措过？哎呦呦，啊，又走错方向了。紧张啊，满脑子都在过内容。王律师，你好，胡律师是吗？别理是吧？你好，咱们看怎么上。哎，跟我来。来了，红圈所资深。好久不见，刘律师。来，哎呀，上次证券业协会那次谈完有三个多月吧，差不多，再没碰过了，差不多，就是跟刘律对话的这个 level。上一次我们还是吧，同坐被告席的战友。嗯，今天希望就最后吧，也能有一个。你好，你好，谢谢。你们已经认识了哈？我跟小胡认识了，跟另外一位小王，是的，我也姓王。遇到了本家。哎，请坐。先赶紧拉近关系，我天哪，这对方这优势局。我稍微牵个头哈。按照咱们的合同约定，30天之内应该是要启动这个回购的减资程序的。所以我想今天咱们是不是可以先聊一下这个减资程序的时间，咱们打算怎么样推进这个程序，我们双方如何配合。哇，他像换了一张脸。对。刚才是聊感情的时候，现在是聊事儿的时候，强势。嗯，这个我们会一定会谈到的。然后在我们整个方案开始之前，我们也是想大概表达一下我们的态度。其实石库人这边还有公司这边态度很明显，就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失去跟 MC 公司的合作。然后那MC 公司这边其实我们了解到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诉求。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这边也是以一个共赢这样一个原则为首的。咱们公司内部在做决策的时候，肯定要提交一个可研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所以在这个报告中，我们其实发现了不少的这个障碍。这个措辞温柔又有力啊。具体来说，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您这边提到的减资程序。其次就是国企它在交易产权的时候需要进场交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启动仲裁程序的话，那么在执行方面肯定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接下来这个障碍我们就分别来给您再讲一下。我可以先打断一下王律师。打断了。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您方的当事人现在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意思是协议您方认为无法履行了，或者是不愿意再履行了，因为我理解起来才听到后面有这样的一个障碍。好厉害，好直接啊！我们也不用兜着圈子，都是律师。您方的当事人是准备违约，只是现在想告诉我方的当事人，您方有违约的理由吗？什么叫资深？你看，不是不是，我们提出这个障碍，其实是站在 MC 公司的角度去想了一下 MC 公司他现在的一些烦恼。投资公司本身就是要盈利的，所以我们肯定也不希望就是说违约甚至是导致 MC 公司和咱们公司都出现一个两败俱伤的情况，所以这个前提其实我们这边还是非常友好的，违约啊等等相关的行为我们还是尽量会去避免。然后这一块我们会在聊完就是 MC 公司这个障碍之后的和解方案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继续的沟通。您可以继续，我愿意听一听。好的。首先就跟您说一下，刚也是您提到的我们这个减资程序的问题。根据这个九民纪要它的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需要首先完成一个减资程序。没有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要驳回诉讼请求。结合本纠纷的话，如果您公司要求我们公司执行增资协议第10.3条的回购条款，那我们按照公司法和九民纪要的规定是必须要先完成一个减资程序的。我们公司毕竟不是 RS 公司的唯一的股东，然后您公司还有甲乙丙丁四个公司。那基于我们对这四个公司的了解，这四个公司还是对于我们的航天项目有很大的信任和信心，因此在减资的股东大会上很可能赞成票超不过2/3，我们也没法做出这个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结合九民纪要规定的话，这个减资的程序可能是无法顺利推进的。关于这个国企需要挂牌交易的这个障碍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因为32号文它白纸黑字的写了说，如果是国企你现在要把你所持有的这个企业的产权去交易出去的话，必须要在相应的产权交易中心去把这个进行一个公开的交易。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保证说就是取得这个MC 公司现在持有的 RS 公司11.8%的股权的对象一定是 RS 公司，因为它是一个公开交易，总体采用的是一个价高者得以及设置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理解 MC 公司在如果想要执行回购条款其实也有一定的困难。刘律的眼神一直对他很好，欣赏有加。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说真的一定要执行这个回购条款，其实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个目的可能达不成。因为 MC 公司也是国企，然后是要遵守这个国有企业资产监督管理办法，然后这个办法第一条就是说它这个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所以我们也相信不管您的客户是受到上级人民政府还是审计机构的要求你们尽快采取措施来保护国有资产，其实它的目的也是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那您也应该知道 RS 公司现在账面上资金是严重不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理解您想快速进入这个仲裁程序的原因是担心 RS 公司的资产进一步减少。吴律师抱歉，我需要先打断您再往下走哈。我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下。当您刚才跟我们提到说我们的第一目标，我们希望诉求的是能够尽快收回投资收益的时候，您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您对我们的预判本身已经出现了矛盾。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您，对我们 MC 公司来讲，投资收益的回收并不是我们第一位要考虑的，我们要考虑的是国有资产在运作过程中的合规，
我们也更多要考虑国有资产的社会责任和它的政治责任。双方在签对赌协议的时候，您方的当事人是知道，特别是 X 先生是知道最后他要以自己的名义来回购这份股权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当下的时候，您告诉我，您清楚我方当事人没有办法，或者在您方看来我方当事人没有办法把这个股权转让到您方当事人名下，所以我们合同是没有办法履行的，我们不接受也不认可您方当事人提出的自己不愿履行这个合同的表态。这是否意味着您方当事人在签合同的时候，明知合同客观上无法履行，而仍然与我方当事人签订了这样一份合同？是否意味着您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欺诈的意思表示，甚至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天哪！如果今天我们双方的沟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那我想这应该是进一步加深我们要去提起仲裁程序的意愿。澄清一个误会啊，王律师，这个我们当事人当然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存在合同欺诈的故意，而且我们当事人经过跟我们的沟通，他们也是想要继续履行这个合同的。但是既然咱们今天来协商，就是说来找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点，所以我们方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股权也好，用我们的这个火箭发射技术的专利的知识产权也好，来给您这边做一个担保，来打消您这个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个顾虑，这样您既能完成您对这边上级监管机构的责任，我们也能继续我们的研发。怎么担保呢？这个我可以给您来解释一下，就是合同订立当时肯定首先我们这边是不存在所谓的合同诈骗罪的，然后这个事情就先收个尾，然后我来回答一下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这边现在主要的诉求其实是找这个实控人，想要让他去购买股权。但是现在咱们也知道实控人把他所有的心血还有他毕生的一些资产基本都投入到了公司里面。我们理解国企这边确实需要合规的要求，社会责任的要求确实需要立刻起诉，我们也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后多推几步的话，起诉之后就算赢了的话，拿着这个生效判决去执行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可执行款。就到这底牌了。我听起来意思就是，我方当事人如果胜诉了也执行不到钱，到底在这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谁是那一方不诚信的，谁是那一方违约的，这已经是置于一个道义上的。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完全不涉及诚信的问题，就是不会配合执行跟不能配合执行是两个概念。不会这边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欺诈的故意，但不能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对吧？ X 先生为了公司整个的发展，为了推动中国民营火箭的进步，把他自己全部的身家都投了进去，其实现在局面也是我们非常不希望预见到的。包括在合同签订的时候，我言语的立场反应非常的好，他对于节奏和氛围的把控很好，什么时候做怎样的一个澄清，什么时候把话给兜回来，表现的态度又是情绪很稳定又很温柔的一个态度。我理解哈，我也很希望听到就是 RS 公司和 X 先生现在对于我们这个事儿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首先是这样，就是我在说第一个解决方案之前，可能要拉回到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国有金融企业，它在挂牌交易方面可能是可以突破一些限制的，但是其实这个条款很难在实践中落地执行，所以我觉得这个MC 公司是否考虑直接把 RS 公司11.8%的股权在产权交易市场上交易出去，因为这样的话对 MC 公司来说首先可以保障你们的收入，因为这个股权卖出去之后的这个回购价款一定是可以取得到的。但也能得有人买。有人买吗？王律师，容我冒犯，您不觉得您方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是直接要求我方的当事人放弃掉原来我们签署的协议里的权利义务，告诉我方当事人，你把股权市场上一卖，咱们这个事儿到此结束？我平心而论，您这个不叫解决方案，叫做让我们放弃我们在合同项下所有的权利义务，这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吗？我对此
非常的怀疑。他笑了，因为根据咱们的新闻稿，其实整个市场对RS 公司的发展还是非常看好的，而且这个回购价款不会低。如果说市场对于这个股权价格这么看好的话，为什么 X 先生不努力通过其他的融资方式去把这么好的一个有未来价值的股权拿回到自己手上呢？好犀利啊。现在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个股权很好，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个股权我不要，我没能力要，您不觉得这很矛盾吗？为什么咱们公司不再去寻求一些其他的融资？我可以跟您表个态，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了，事实上其实是存在相应的融资安排的，但是因为保密等等其他的原因，具体的细节我们不太方便透露。所以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再跟你们再继续沟通一下。我很乐意听到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在这之前哈，我们先最后拢一件事情，因为我想我们需要对双方在我们这个协议在整个交易向下的一个身份去做一个定性。不论如何，违约方是您方的当事人，我希望胡律师、王律师，我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先发性的道义在我。还是很感谢您愿意来撮合这次合作。其实您刚刚也说，您作为一个国资最在乎的其实是社会责任，包括您之前在我们亏损的时候愿意来投我们，其实也是出于对社会责任这么一个履行。但是我们有能够达到跟保全一样消除您方顾虑的办法，在您不申请保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股权也好，或者是一些动产不动产，包括我们的专利权来给您做一个担保。如果您方愿意给宽限的时间，火箭发射成功之后，我们也愿意给您更多的利益回报也好，来给您更多的权利，在公司更多的发言权也好，以及其他的能够让您更方便的来直接参与到推动民用航天事业这么一个方案。可以，那具体的细节我们可以再聊。那么关于补偿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要延期的话， RS 公司和 X 先生两位希望延到什么时候？对方已经考虑这个了，证明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对，我们是希望能够延到2025年的6月。2025年的6月这个时间点，你们的考虑和依据是什么？您方的我们的考虑和依据主要就是基于这个两年内攻克的可能性为90%的这个判断，后续像您说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特征也会提供给您这边。嗯，而且如果这个技术被攻克发射成功的话，股资方的收益也会有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个总体的方向就是希望能跟投资方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而不是说两败俱伤。对于这个对赌的延期，我方持开放的态度。成功了，那我这边没有了，看一下胡律师、王律师，您这边？我这边也没有。没事，还是非常感谢您能来的。当然我们觉得 MC 公司当初来投我们，其实也是看中了对中国民营火箭技术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 MC 公司能成为我们的伯乐，能够助力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如果不是刘律师您说的这番话，今天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们也觉得这是体现国企责任很重要的一点。是的，然后那咱们再保持联系。好的，没问题。好，这样吧，稍后胡律师您方便把王律师的微信推给我，咱们后续有沟通的话再联系。好的，好的。走，刘律师。准备收邮件。他来了，他来了。天哪！所有人的心慌的。他们三个才慌呢。对，这种命运握在别人手里。因为我结果公布完，我更紧张了，不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很难。今天见对家律师的时候，
是否对家律师是有备而来的？签订合同的时候有欺诈的意思表示？肯定，首先我们这边是不存在所谓的合同诈骗罪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都扛住了。如果您愿意给，没有一句话没给反应的，进步非常快，给您更多的团队合作很好，我看不出任何竞争的痕迹。后面的就是给他给好处的部分就尽量对你来讲，因为我现在在他这里应该是把坏人身份已经坐实了，所以讲好处的时候我就尽量不开口，可以吧？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不能说言语对胡明浩有碾压，但是是有明显优势的。当然我是觉得是因为这次的工作任务更适合言语，更适合他去扬长，可能到模拟法庭啊或者是辩论赛啊这种可能就更适合胡明浩，需要先完成一个检测，所以我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压力山大了，没事的，你非常好。OK， 现在轮到其他人紧张了，其他人开始慌张了。